信网的网友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静安省新民市达通县新山乡乡政府所在地贺家庄村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又发生了这个降雨天气，但是降雨天气现在是虽然说在降雨，但是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没有停止，还是在紧张的进行当中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新山乡雾峰院里面，现在有一台挖掘机正在清除它的淤泥，然后放眼望去，然后整个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交通阻塞的情况。然后现在是大家可以从现场画面能看到，这个是从雾峰院里面推出来的一些淤泥。走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河水现在还是很有大量的水在这个道路上。大家看一下，在不远处，然后有一个好像就是住着一个，这个地方转一下。当地村民前面我们来之前跟我们说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煤厂。现在通过这个镜头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水现在已经淋到院子里了。